这是出血之下去，这是送外卖，这是刚被我姐认出来的时候，这是烧烤摊。 见过你啊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啊，我先搬一箱过去，这样我们老板就不会催你了。你慢慢写。谢谢。那么客气干嘛？哎，我帮你。啊！我想起来彭飞是谁了。谁？这个是我在出租屋找到的，我当时在烧烤摊打工，他是给我们店里送啤酒的。 这就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哇，你干嘛？人吓人会吓死人呐！找我有事儿？哦，生日快乐。生日。 他们跟我说，今天你生日。那我先走了。不过还是很谢谢你啊，我记住你了。你们太过分了。毛病。你本来已经摆脱他了，都是我把他找回来的。哎，这事不能怪你。 就算他不回来当司机，肯定也会想办法跟着我的。你看，我后来那么多地方打工，他最后总是有办法找到我。我越想越可怕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报一个警，留个记录，总会有用的。不行，现在不能报警。我不想拿我姐冒险，一旦报警的话，姐妹互换的事情，可能就会被发现了。